吗？去哪儿了？哎，不然习惯了，就说一下。我能不认识？我喊你。你装什么装？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月月，哪个是未来？看不出。中间那张为什么看那么快？都一样恶心吧。其实你知道，那个就是为了，就这样。不知道，给我看这个干什么？是不是因为你见过尸体，所以你知道他死亡时穿着什么衣服？就是跟你说一声，沉淀了呗。关我屁事。就在隔壁房间，我们同事正在跟他谈心呢。所以被欺凌是我的过错。我很同情你的遭遇，但如果你能多相信大人一点，来警局报案，我们肯定会帮你的。谁帮我？那些给我录视频的人吗？站在旁边看热闹的人吗？那些说，为什么只有你被选上？你觉得只有你自己能帮自己，所以你就去找了未来，想要报复他。在人眼里，报复是正常的。像我们这样一直忍耐、一直忍耐，只想熬过高考的人，我们这样有错吗？你想帮他，我也想帮他，但是哥们，你真的太能，自以为计划得很好，大人看起来漏洞百出，但我们警察是傻子吗？就算你死不松口，也洗刷不了陈念的嫌疑。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把情况好好跟我说一遍，我想办法怎么交代才能帮到你们俩。好，那我就明说了，你和陈念认识，他被欺凌，你想报仇，你们就杀了未来。但你还是书读少了，没脑子。今天是陈念主动来警局的，想知道他说什么吗？辛苦。你不坦白也没有关系。陈念崩溃。陈念，你了解这个世界吗？你撑得住，他撑不住了，全都招认了。了解罪犯，了解强奸犯在监狱里面怎么生活吗？所有人会联合起来整的。你无论多愿意为别人付出，愿意为别人牺牲，你先得问问你自己，别人受得了吗？除非这就是你想要的，自己上天堂，让别人下地。你说
能体会这个罪，我让别人替我下地狱。别人是谁啊？你说，无论我同意为别人付出，别人都受不了，谁是别人？今天所有人都冒出来，口口声声说要帮我，谁又能真正的帮得了我？干嘛非要说我在帮他？我平白无故为了什么要帮他？我再说一遍，不要再演戏。我没有让任何人替我背罪。我刘北山不是白痴。未来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除了打过他、抢过他以外，我不认识那个男的。我也从来都不认识刘北山这个人。你有想过所有罪名加起来会判什么刑吗？喂，正义，正义，嫌疑人和受害者不能见面。你们在撒谎，你们一直在撒谎。罪状交上去，你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你有想过吗？我不认识。你冷静，陈念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你冷静一下，陈念，起开！你们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陈念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陈念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
去慰问一下。你对于这个作品最后呈现出来，就是是否满意了？满意了，但没完全满意。你满意是多少分？十分的话，你打多少分？七分。这三分扣在。我自己说了，我觉得扣在我那个有点不知前情，还有就是说话的时候是有点没说清楚，然后还有一分就是压迫感不足，不够浑厚嘛，不够浑厚，不够浑厚。你自己打，你情况比较满意，因为我觉得应该算及格的，因为但就是时间很短嘛，然后你要把握到这个情绪，我觉得自己感觉也挺难的。然后呢，到后来到三分，我觉得扣的是就是。当时我坐那个地方，我觉得自己的体型就是有点太笨了。然后还有就是第二分，就是当时最后吧，就是我朱新皓拉我去金章集的时候，那段因为是差着拍的嘛，所以那段情绪就有点没有上去，就是装住。对，到这儿的话就平了。我打六分吧，我演的那个我觉得还是少了很多警察的感觉，多了很多一些，就给自己的感觉。我现在跟哇，真是个包子一样，我塞了两个棉花在。不要用你的人在扶我。我在那儿，我在那儿，都在那儿。包着的是我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。那你估价多少？我六分。好高配，那咱们。